年底了，你再不还钱，我真饿死了。你小钱天天催。哎你。唉，这大小伙子就吃这么点怎么行？您跟我儿子长得差不多，这是我儿子最喜欢吃的菜了。阿姨，您别难过，多吃点。好，跟咱儿子真像啊。请问您儿子他在外面打工，好几年没回来了。哦。都忙，年轻人啊，忙点好。但再忙也不是不赡养老人的借口吧？我是律师，需要帮忙吗？小伙子，你慢慢吃，我们先走了。年轻人，加油啊！哎，慢走啊，有事打电话。哎，还是好人多。我们要打烊了，先把单买了。又不是我点的。废什么话？那两个人说和你一起的。哎，我们又不认识，都打电话了还说不认识，真是搞笑。现在580，我真没钱。等一下，我只能付500，纸巾和餐具消毒费是霸王条例。哎呀，